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服骑射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465集。今天的话呢，给大家做工作室系列核心级的震波，它使用了大黄蜂电影里头的造型。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不太记得 SS 系列有什么这种小比例的玩具，真的没有什么印象。那么呢，它为了电影里头呢没有变形的震波呢，定义了它的载具形态是一台坦克车。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先前觉得它会变成枪的那些开发第三方的公司是不是要表示哭哭了呢？那它的变形呢也是非常的简单。那这一次最值得称赞的呢还是它的细节啊，回复到了电影前三集电影系的那种感觉啊，满满的这一些小型的刻画。当然空洞还是有啊，小腿的内侧，手臂后方有一些，但是小比例的玩具，对不起，我讲错了，官方的小比例玩具就不要跟他计较那么多了，毕竟它的价格也摆在那里，台币大概300多块钱你就有机会收到一个全新了。那它的身形啊，跟先前的领袖之证的这个 Commander Class 指挥官级有一点像，当然体型加一步的缩小，可是细节还有变形的话呢，我觉得比领袖之证的那个 C 级要好上很多。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细节跟可动啊，头部呢是一个左右转动的关节，眼珠子呢是黄色的啊，然后分色的话做得不错，它这个金属灰啊，包括这个塑胶灰、紫色、深紫色来说，这款玩具呢虽然配色呢是同一个色调，但是感觉还是很立体的。然后腰身无法转动是比较可惜的，那手臂360度的转动，以及呢它的一个转轴的话呢，二头肌是可以转动的，还有小臂也是可以转动的，所以呢它在变形的时候有一个地方，这两个地方在组合的时候呢，必须上下两个卡扣呢都调整啊，上下两个转轴都转对了才能够顺利的扣上，拳头无法转动。那它的一个手臂的话呢你可以看到它这样子转动，还有这样子转动，不对，应该是说转成这样，通常比较不会去转到这里了啊，你这个完全可以端看你喜欢怎么样做一个摆放，因为有人可能不喜欢这个履带呢在上方，喜欢转到内侧。那脚前后左右踢啊，有一点局限性，侧踢也是有，但是呢球形关节的话呢比较去容易松掉，膝盖的话呢最多只有弯到这么大的角度了。脚变形的时候呢脚掌可以往前翻，没有接地的关节啊。那么整体来说分量感感觉还不赖。大枪的话呢按照说明书呢是放在右手，可是呢如果是合会的话呢则是在另外一只胳膊，所以你怎么放这个我是看电影里头我已经忘记它是在左手还是右手了。而它的大枪是握在手上，真的是持枪的状态，而不是像以往可能是嵌在小臂上，或者是说扣在这个什么什么地方的啊，它直接拿在手上的。内部的话呢它是有一个可以推动的这个关节。那我们现在来进入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啊，它这个部分是要先往后推，如果你愿意的话呢，我们这个时候呢可以先把它的头部呢给反转180度，然后这里有一个洞啊，没有错，这个脸上这个洞呢真的就是要扣这个大枪的啊，那我们就可以顺便呢完成一个所谓的一个禁闭 lockdown 的一个形态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们就接着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啊，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说手臂这个地方啊，我们把它转过来，这里是有个缝，把它往上扣下去。当你扣的时候呢，必须这两个转轴啊必须同时转到同一个线上才行，这样转过来这边扣上去。那如果转得不够正的话呢，你就是两个这个地方你都要把它给转正。好吧，手臂就先到这儿吧，脚的话呢往两侧先给打开，脚掌翻下来，再来的话呢我们把胸甲整个挑下来放到下方，挑开整个放到下方，然后呢这里有紫色的凸对灰色的洞，这边把它给扣上，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啊，两侧都把它好稍微捏一下。接下来的话呢这里有一个灰色的凸，我们要做什么呢，把这个地方啊先把这里整个往上推过来，这里有一个组合卡扣扣上，再把胳膊的话呢这里有一个这个地方有一个凹去碰在他身上，稍微嵌一下，这里也是一样的，这里就把它给卡上去。好，然后呢就做一个
简单的一个严丝合缝的一个推挤，把这个炮塔给转正，那做最后的一个调整。我们的一个完整的变形呢，就是以它的四个履带呢都能够完全碰到地面为准，这一块紫色部件就往内去推到底，这样一来你看完全的能够平放，这一款震波的变形过程呢就算是完成了啊。一样是占了外星载具的优势哦，所以就手脚啊稍微折一下，把身体给铺平往地上一按啊，就算变完了。这个地方如果你觉得不够好看的，一样啊，就是靠调整二头肌跟小臂上面的转轴。然后坦克的造型呢，我个人是喜欢的啊，颇有领袖之正的那个感觉，往前面碾压的一个气势还是非常之不赖。炮塔呢也可以做360度的转动，以坦克车来说呢，如果炮塔呢能够做到全角度的转动啊，就已经非常的不赖了，分数就不会太差。底部的话呢没有推动的轮胎，所以就纯粹是履带的造型，我个人还蛮喜欢的。包括它的紫色啊，也是看上去有一点点的质感，非常的不赖，个人是蛮喜欢的啦，蛮喜欢的。那就利用这一集给各位做一个分享，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集再见，拜拜。